中和县气温改成室内用雪场，除了增加鱼虾产量，同时厝顶装太阳光电，也够第二收入。这里是政府积极推动的气电共生。不过，议员刘文英上午的议会表示，位于南区民兴路有两条气温热者，拢无向农业局申请的吞土，天数根本无合法，强烈质疑是欺负河行。它原本是休养的鱼温。然后他还没申请的时候，他得去吞头啊！你们查获之后，没有要求他先恢复原状，还跟他协商护航。农业局，你有没有去看过？有去看过，局长有没有去看过？这一场我没有去看，都是我们承办同仁还有科长去做。有去看过嘛？当然，因为淡水用时也范围数一数二，加上日照充足，也是发展太阳光电优势。不过，议员创专表示，台湾农产纷纷变成光电棒，甚至连鹅甲水库拢加入种电行列，这个数大干真正水，强烈要求市府严格把关行查。我们的屋顶型的种电很多好处，可以带动全民关心重电，合并行前全民运动，而不是老是把点子放在农地去侵害渔温，然后万一以后发生战争的时候，上面禁闭有人家，我还有嘞，动到那个水库，那个用水的，第一张照片了，动到水库或是很多风景美丽的湖泊，这怎么回事？都已经遭惊起啊啦，因为水库里的风台那个光电的设备被打破的时候，那是会有毒性的呢。那亏你们都还会去管制说，在农地上种电的，您得爱的清洗，不准他用化学药剂，对不对？这你们有规定嘛？那你们还会让他在湖泊上、在水库上种电？根据了解，目前台南推动太阳光电，除了经化局加码补助厝顶的光电，甚至辅导违建的厝顶设立以外，各局处嘛拢依照宽照动起来，对政府出头。目前同意备案装太阳装置的高达7821件，已经是全国第一，而且在去年底已经达到2GW的再生能源目标。台南新闻，君吉林跟蔡宏博的。